7日的时候下了一场超过10多小时的这个大雨，再加上海水高涨，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百年一遇的大洪灾。那我们也看到洪灾这个重灾区，这个海水十几回干啊，马来西亚有了一场的水灾，那灾情水很大很严重，看到了当地的慈济人也是马上启动，开始呢水上啊送热腾腾的便当，不管是人在水中走，或是呢要过船呐、入去的，总是他们呐、都是不会漏掉送水送饭呐，看心中有爱，有发心愿，就有那一份的力量，愿意去帮助苦难人，所以看到总是真感动，无言大慈，无言大慈，这不是口号，是真实身体力行。看看他们同样穿了白裤啊，在泥泞水中，他很庄严，还是呢，不失威仪，不失他的庄严。看这么整齐，要分几个村落，他们呢，就是安尼堆桌啦，组队，多少人？分到哪一区哪一区啦，还要呼吁当地居民，有的自己受灾，有的呢在其他社区的，不是慈济人，但是慈济在呼唤，他们也会投进来。还有呢，军方也会派出军队来支援，总是呢一步一步走，那一组一队呢建立，投入了一乡一镇，大家呢都动员起来，那这样的互动啊，很快速的清理干净了。今天我们有槟城啊、北马的，还有我们这里喜兰莪的师兄师姐都有过来帮忙。banyak besar hati terharu sebab kira ada polis doa daripada Kedah datang, sudah ramai-ramai bukan satu dua orang tapi ramai satu pasukan sudah datang, banyak seronoklah saya. 这就是呢。看到了天下有灾难，想到了哪里有慈济，那灾难地区呢就快速呢被整理好，就快速呢恢复生机，这就是慈济人的价值。所以呢，各位菩萨，蓝天白云，或者是皈依发心、初发心呐，或者是诸亲呐的菩萨，就这样的带动启发身体力行，一代牵了一代，就这样代代修看出来，真的，请各位菩萨，我们就是要这样，总是呢，下回啦，需要哎，这个月流流，各位菩萨，
师父感恩啦，感恩大家人用爱付出，可以呢安定人心啊，也可以呢让生机啦，生机繁荣起来，这都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，只要你发心走入人间啦，不分宗教啦，应他们的需要，就是随境应现，这叫做菩萨。佛陀教育咱，教育咱入苦难人生的环境去救人，要去为遐苦难众生啦去付出。迄个时，你就是真实菩萨，而且呢是活的菩萨。看，这就是那佛教徒真正的价值。我看到遐个组织人，我真正呢是足感恩的吼。啊，是啦，希望咱大家人做一个永远呐。生生世世，最近在咧连线，天天在连线，跟全球慈济人呐、啊，在咧连线。最后，他们都会说：“来，要发愿，好、哦、发愿呐、啊。”迄个发愿呢，不管因发什么愿，上后面呐、啊，一定会讲生生世世。都要对师父，那生生世世，我就会跟因讲，前行后行啦，咱爱共同发这个心愿，起啦就开始爱破落这个愿力，破出了菩萨道，绵绵连接啦，安尼呢，甲这个菩萨道啦。咱生生世世延接落去，因为呢，这地球啦，未来的人间呐，现在已经是走入伫迄个气候变迁呐，地球呢，真正是爱毁坏，这生主坏，这个时间叫做。坏劫，佛陀甲咱讲，世上生住坏空，咱这个时就是地住坏的时间，咱起码现在就是在住坏，咱爱低音识果。这因缘果报，生生世世，咱要安怎？这粒地球还有几亿年呐、啊？还是呢？哎，等待咱来，所以咱这个时阵，还是大家人共同的心，要呼应起来，生生世世累积啦，菩萨心。累积啦，入灵群啦，去度化众生。安尼，这个地球还有的被保护的时间，所以咱这当中好好的存好心，立好愿呐，行菩萨的好行呐、啊，总是。古早人讲：“哎呦，你嘛好心好行，就是呢。迄、那个时教咱这个时，咱来发好愿啦，心起心动念，如何来利益众生，这、就是很重要哈、哦。啊，你我有缘呐、啊，那在这样的科技时代里呢，可以把心愿力啦夹起来。”我们看到了遥远的马来西亚，不久之前有了水灾，
我们看到他们啊，蓝天白云在投入在那里，这不就是呢很感人的菩萨吗？所以师父呢看到他们的心呀，很贴心，这叫做行的供养，他们身体力行。我看到这样，我打从内心啊，感觉讲，这个人，他就是跟我来生来世还是呢，身为菩萨伴侣，菩萨啊的伴，这赶快的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是菩萨家谱的人。菩萨家谱啦，那现在一点点的建立哈。